观众朋友们，欢迎 下午的两点钟收看《九四要赚钱，未来事件部》，新年快乐哦！今天呢，休市九天之后，龙年开盘的第一天，哇塞，今天是非常棒的兆头哦！一开盘就大涨超过了600点，尤其在我们今天看到护国神山台积电，今天站上了历史新天价，来到了709块钱哦！而且呢，这个证交所董事长还说呢，台股在雅股当中很有信心，未来很看好，然后我们专家，我们谢文仁老师跟大家提到的技嘉，到了封关前一天哦，还在买技嘉的我们老师呢，这个技嘉在今天一开盘就亮灯涨停，即使中间打开了，还是继续锁在涨停，真的很厉害。AI 股今天都飞到外太空，我用你的话了，飞到外太空了。好，那如果现在目前这个状态来讲，还可以进场，或者是可以加码再买吗？来请教我们华信证券投顾总经理谢文仁分析师，欢迎您。今天台北股市的跳空大涨，我讲坦白的，可能很多人都傻眼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讲坦白，不管包括我，其实我在节目当中，我所介绍给大家股票，我说真的都是有量有价。不管包括技嘉、伟创，甚至包括238的广达，你要买10张，你要买100张，你要买1000张，我没跟你讲旗宏哦。对，那你想想看哦，这些股票，我就以技嘉为例啊，今天技嘉呢跳空涨停板，你认为它贵不贵？有点呢，有点。好，那我给大家看一个 很便宜的东西哦，来，这是国泰20美债哦，啊，今天是跳水大跌，跳水大跌。好，那其实哦，基本上哦，2024年我先讲一个结论呐，投资朋友不是我在看衰你们呐，你们是不可能赚到钱的，为什么？好，我举个例子哦，其实呢，这一次呢，如果有听你的话都赚呐，中间没有被洗掉也赚呐，可是现在流行买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买美债，流行买美债，甚至呢，有些网红呢说他自己买美债买了5000万、6000万，然后甚至有很多网红呢说要买陆股的 ETF， 就陆股 ETF 又大跳水。那你知道吗？现在有点类似像不伦不类，什么叫不伦不类？我举个例子好了，现在谁不懂美债？每一个都买美债。可是我问你，我先问大家一个逻辑哦，你买债券的目的是为什么？是为了 fix income。叫 fake income 嘛，可是问题呢？现在你等于说，我这次放假期间有跟一些外资聊天，他说台湾的散户注定赚不到钱，这一辈子毁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等于说我今天我买债券，不是买债券对跟不对哦，我是为了得到那个 fake income， 做股票是得到 capital gain。可是问题，你们现在买美债在干什么？是在赌美国降息啦。对啦，这不对啊，这本末倒置。因为大家就看这个，还没完，还没完，还没。那你为什么买00878？是为了配息啦，你都乱了，你们等于说，就是你的那最终的初心是在干嘛？对不对？你来这里是要做什么？你买债券是为了配息，好，买00878是为了套利，可是你们看完全颠倒了，好啊，你读对了吗？你知道这叫什么？国债，国泰20年美债连续2天，这样就跌5%哎，你不要小看那5%哎，一来一往，我的技嘉是跳空涨停，你是跌5%，中间差了将近15%，好。那有关于这部分我们等下再讲。我们现在讲期货的部分来，我再一遍哦。农历封关之前，农历封关之前，我每天告诉你，我做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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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。而且呢，我们是从台积电法说会那时候，我记得很清楚啊。那时候台指期货在17240点，来到了17930点，我还告诉你我做多，而且我还是买了3笔，好，买了3笔多单。差点叫错晶晶名字了，因为晶晶好像变瘦变黑了。有，对对对，可能到南部去晒太阳。去追海豚。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光这三笔多单，我就赚了2296点，总共赚了46万哦。我现在跟你算一口数字就好了，一口数字就46万，还没完。就农历封关之前的二月二号，麻烦看重播带。二月二重播带，我是跟你讲，我还在做多。那问题为什么我从17000买到18000，涨了1000多点，我都还在做多？因为大盘主力现在多，结果没想到这一口我又赚了629点。我等一下再给大家看一样东西哦，你知道吗？封关的那一天，封关那一天哦，正常人他一定会选择观望，或是卖股票卖部位。可是从封关那一天2月5号，不管包括 PM 盘，不管包括 AM 盘，我都还在做多。你记不记得呢？在今年年初我讲过一件事情，当你越不想做的时候，行情越大。不管包括总统选举前的行情，不管包括台积电法说会前，外资一口气狂卖台北股市1200多亿。我觉得我真的很，我觉得我好像一个阿兵哥，你知道吗？
我们的会员都到处去玩，到处去爽。是。然后呢，眼睛睁开的时候，二月五号的 PM 盘买最低，买最低完之后，晚上又看到美国股市大涨，干大家爽的要死，你知道吗？他这个是到什么泰国还是越南的搜那他那 Safari 吧 Safari 啊，对啊，去看海豚表演。可是，一般投资人，我问你，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在干嘛？有紧张？哎呀，美国怎么涨那么多？哎呀，为什么我要买股票？为什么人生有这么大的一个所谓差别跟差异性呢？我又回到原点了，我一再跟我强调，我说主力做手操作，它是架构在一个所谓价格观念，这应该不用再回顾吧？我就直接跳比较快好了。在台积电法说会之前，记不记得那时候我讲坦白的，超级无敌恐怖的外资台北股市一天卖800多亿，所有的报章杂志媒体都跟你讲台湾要大崩盘了。外资从来没有这样卖过一个所谓台股，可是我请问各位啊。台积电法说会的那一天呢？那一天呢？我们告诉你，我做多，当时我买在17282，17240点，结果到今天呐、啊，台积电法说会好像是上个月的十八号到今天哦，光一口单我赚了1400点。而且呢，当天买完的时候，我们跟你预告，台积电的法说会非常非常好。日子很快，一个月之前呢，当时呢，我还跟晶晶强调一个笑话说，很多人要等看到财报之后，很抱歉啊，当你看到财报隔天开盘涨400点，你又不敢买了。可是隔天开盘涨400点，我们告诉我的会员，我们还在持续做加码买进的一个动作。问题为什么加码买进？因为很简单啊，为什么你要拥有该死的一个所谓主力心态？因为主力射手永远比你早知道，从17200点一口气跳到17645点。就跟股票一模一样嘛，你股票你去买6235的华孚啊，每天就只会低，还有更低，又不是在搞家乐福。可是问题呢，当你买对的一个水股票，就像我买2376技嘉，我们很就跟大家报告，我说技嘉你不要以为它是主机板，它是个标标准准的散热股，散热股这么多，你可以买建准，你可以买什么？你可以买高利，你可以买什么？你可以买什么什么3324双红、3077奇红，我说我都没有，我只有2376的技嘉。啊，今天奇宏有涨停板，也是涨停板啊！啊，你可以买奇宏啊，你可以买双龙，说你是涨停板啊！啊，总会考虑去买一些不会涨的产品，去买到航运类股，去买到美债，去买到特斯拉供应链，全部破底。哇，今天哈更夸张的是，还是股票3481群创，群创今天一口气要跌6%多。群创跌这么多、跌这么多哈，还好，你都看我节目都没在做了，真的。你要中之后呢，我们要一路买，来，我就一路买，因为主力现在多嘛，我就一路买。哎，你知道吗？这现在是台指，台指一月份啊，台一月份、二月份，我都已经忘了啊。反正我们就发过去了。是，光这一仓的台指，我至少获利5000点。所以说，你说135个礼拜，你20万的资金要变成1700多万，我觉得会很难吗？我问你啊，我扪心自问会很难吗？我每天哦。我不只给你看 call 讯，而且我所有的逻辑、所有的一个 know how， 我都在节目当中完整去跟大家做一个所谓完整报告。来看清楚哦，2月2号的那一天，也就是礼拜五，因为2月2号是礼拜五，2月5号礼拜一，都有交易。2月5号是最后一个所谓交易日。我请问各位哦，2月5号的那一天，老师你非凡没有连线，我听你在放屁，谁跟你没有连线？麻烦你现在马上去看一下非凡的脸书。2月2号那一天，我跟大家预告大盘主力心态多，所以说我去做多嘛，等于说你在封关之前的礼拜是办好入会手续，我礼拜我带你买，你赚了629点哦，礼拜我带你买嘛，结果呢，好，那礼拜你说老师我是礼拜天办好入会手续，来看清楚哦，礼拜一的时候，礼拜一我继续买，因为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多，所以说哦，来把它拉大一点呐、啊。很多人说许晶晶看清楚哦，日期多少？2月15号，25号，今天啊，多少钱？18000吗？不是，180000吗？不是，180几万，哇，会难吗？还没完，老师，我没有全卖，我说为什么卖？没有看清楚，还没完呢。这个是礼拜五的 AM 盘，礼拜一啊，就正好搞混了。礼拜一啦，封关那天的 AM 盘，所以说哈，找一个啦，站到最后一兵一卒，不要他妈的给我一大堆废话的理由。再看清楚哦，看一下 PM 盘，礼拜五
的 AM 盘它拉，哎，礼拜靠腰说错，礼拜一 PM 盘好啊，结果 AM 盘拉起来 ，PM 盘往下急杀，哎，这礼拜一 PM 盘哦，晶晶你敢买吗？我老早在1:39拍摄会员都有扣讯，可是我自己没收到扣讯，我的扣讯到期了。我只是把我传真稿的东西，我扣讯再发一遍。我说，如果你还要再拼的18030做多，结果呢，最低的低点17985成交，成交吧，我买030，最低985我成交，结果到今天我又赚了660点，短短几天。要赚200万，不是的。其实哈，人类它是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循环。什么叫简单循环？我请问各位，为什么你要去做 ETF 美债 ETF？ 为什么你要做期货？为什么你要做股票？因为就这个非常简单，人是跳脱不了那这个循环。你今天赚钱呢？如果说你赚的钱，够的话。当然，除了照顾你家庭之外，你可以享受更高等级的生活嘛，就像我的会员嘛，不管到泰国，不管到美国，甚至去看极光，甚至到北海道去那边冷，好，那叫更享受的夜水生活。我请问各位，有人能跳脱吗？唯一能跳脱就只有我谢天谢地谢恩呐，因为我已经玩烂了，每个地方我都嘛去过了，所以说我宁愿留守在台湾，跟着阿兵哥一模一样。可是就你们的一个甩角度，你们今天赚的钱就是为了享受嘛？那怎么会赚不到？如果我没有跟你预告，来来再变再变再变哦。今天哈，台指期货它震得很激烈，震得非常激烈。它等于说开高之后先往下急杀，细呀细呀，你知道为什么细呀？没有，因为有很多人手中没有多单，看它这样突起来急杀，就想要放空。我讲的是实话。是。为什么你要拥有一个所谓主力心态？来看清楚哦。等于说呢，在礼拜一的一个所谓 PM 盘的部分，主力心态全部都是红色的。今天早上的一个跳开高，主力心态还是个标标准准的红色。这是为什么？今天非凡新闻台，我说今天外资会买400亿，主播根本不相信。今天好像台币也贬值了，我也不管那种东西了。你们看到主力心态还有全部都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所谓红色。好，那我知道你的问题来了，基本上消失啊。可是问题哈，现在涨这么多了。会不会根据过去的历史经验，今天是一根 T 字线，那是个标准的墓碑线，而且 KD 指标在高档出现非常明确的背离讯号。好，我问你哦，我只要先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你知道墓碑线它的定义是什么吗？哎，答不出来，那不合格哦。第二件事情哦，第一件事情没有，你是用墓碑线的，可是我是用空间理论。就像我一再跟我强调，我说主力做什么操作，它是架构在价格上面的一个所谓观念。什么叫价格？来，直接给大家看答案哦。今天外资呢在期货部分买了2500口。好，我先讲最简单的结论了。今天收盘收这么高，已经收盘大于 AC， 这边怀疑了。是。那你说有没有可能墓碑线？因为收盘大于 AC， 它告诉你明天它不是上涨就是上下震荡盘整。可是以多头的夜水角度而言，最好不要盘了，就是一直攻，一直攻，因为大部分的投顾老师就只会买美债，大部分投顾老师就只会买 ETF， 大部分的投顾老师就只会买弱势股，他们的行为跟散户完全一模一样。那所以说呢，当散户上不了车的夜水过程当中，当然最好方式是一直攻。可是问题重点啊，我这个人哦，我做任何的事情，为什么我这么样的成功？就像我问你哦，1月2号的那一天。我告诉你，1月2号哦，我告诉你，我把2353宏基全部卖掉，就宏基从此之后再也没有高点了，今天还躺着。是2603的夜水长荣，我忘什么时候卖掉了，好像16号了。我在节目当中我都跟你讲哦，卖掉完之后，即使长荣突起来拉出一个红 K 棒，我都跟你讲绝对不要买，你就给我买2376技嘉、3231伟创、2382的广达就好了。我全对，我全部对，我全部都对，我全部对哦。你在看重播带哦，好。是。那问题了，我这个人呢，老师安妮，为什么宏基呢？当时我不是卖在12/31卖最高高点，哈，好棒哦，我没这本事。多头格局，我只看多方防守价，不要告诉我没有行情。真的，你要强化你的专业知识。当你强化你的专业知识，到最后你会感觉到你跟爱因斯坦一模一样，跟谢老师一模一样，头发更不剪了，头发超多，超多，没有时间剪了。没有，不是啦，你为了计算那些东西，你根本不想浪费时间去剪头发。对，即使到快剪100只要10分钟时间，你也不想浪费时间，因为你都在做研究。是。做研究没有办法，不是你做研究，而且你研究出空间理论之后，你可以享受高品质的生活。你们为什么不去做这么简单的事情呢？所以电话号码拨通了。好，所以基本上只要加权股价指数，还有上柜指数，还有比特大比亚 index，
反正好了，那顺序应该这样子的。飞碟大，我问你啊，飞碟大表应该谁规定今天晚上不能大跌？看是没有人规定不能大跌的，没有人规定不能大跌，谁没有人规定嘛？嗯，问题哦，它只要不要破这个价格，加权股价指数、OTC 指数最烂的状况就是上下震荡盘整。好，讲得很慢哦，老师啊，那如果哈都破了，啊都破就放空啊。都破就放空啊，就这么简单啊，破就是放空，破就是转弯，破转如果都破，而且配合大盘主力心态是绿色，这个行情叫大修正。嗯，好，我讲得很慢哦，可是你看到没？你没看到吗？你可没看到？你们不要在那边，你们不是你们很喜欢预测对不对？你预测美国要降息啊，结果没有降息，就导致于呢美债 ETF 大跌，有看到哦？有看到啊？你预测都错的嘛？所以说摸着石头过河，你才有反败为胜机会。好，那股票的液水部分的话呢，之前的长荣这些我们都跳很快，来跳过去哦。基本上你为什么你要来跟我操作？其实我的做法呢，也可以说我很懒惰啦，因为我当然去可以跟你讲新的题材，我当然可以跟你讲新的应用，就像今天安谋大涨，安谋大涨三成。我可以跟你讲说，哎，我们现在来买 IP 系制裁好了，我要买3035有智源，我买633金星科，好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可是问题，今天来市场上呢，经历过这20-30年的研究，我发现一件事情哦，你唯有持股做到一个标准的集中化，你才有可能赚大钱。就像呢，我们当年耳熟能详的，不管包括2603的长荣，我买31块钱；阳明我买16块钱，我总共赚了600多只涨停板。好，那很久以前一件事情，可是132块钱，我所买的238的广达，我讲坦白，买不低吧？广达是从60几块涨上来的，我买在132块钱，买不低吧？可是谁能够一个广达赚了800万，谁能够一支广达赚了40只涨停？其实我的做法就很简单，当你逮到的一个所谓趋势方向，你也不用去研究其他有的没有的了。我问你了，人家哈，我们投资学里面他告诉我们说呢，你要建构一个投资组合。那我请问你哈，你们建构投资组合绝对不是一天两天，那基本上呢，你也不懂得投资学里面要告诉你建构一个投资组合，那是因为你看的太多的投顾节目。好，一下 IP 系制裁，一下电动车，然后一下什么生技防疫概念股，一下半导体，一下封装测试，每一档股票，对啊，你每一档股票都买，都轮过一遍，对，都轮过一遍。那我请问各位，请问各位哦，那轮过一遍之后呢，到现在你有没有赚钱？没有。很多人是我每个族群都有，因为全部套住，对，然后就挂掉了。可是我的业水做法很简单。当你逮到了一个什么机会，你也不要去做多余的研究了。甚至我讲比较坦白一点啦，干你们每天，什么新的一年又第一个字冒出来了？不要了，今天大好兆头哎、欸，好兆头哎、欸，你们后面刚是用贴的。对啊，我们哎，荣华富贵呢，隆中来呢。好、啊，荣华富贵隆中来，要怎么来、啊？你要改变你操作的方式啦。我再一遍哦，我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啦。因为其实现阶段呢，不管包括股票，不管包括期货，就像问你哦，今天2376技嘉涨停板之后，它有打开往下杀，你可以选择放空嘛。因为今天我举例好了，像6669微影啊，它从涨停板直接杀到平盘的，哇，干这样10%哎，这样10%，你可以空吗？你也可以空技嘉，你可以空技嘉。可是问题为什么今天不是一个好空点？因为没有，我讲极短线哦。很多人我知道很喜欢做当冲嘛，我反正我涨停板可以放空嘛，啊放空跌到平盘，他妈赚10%，我干我就可以赚好几万，有赚好几万吗？因为最主要的原因，今天的大盘主力心态它是多。好，我先不讲明天，我直接先给你定在今天。是，今天大盘主力心态多，你打死你就是不要给我放空啊！不要给我放空，你今天放空任何单股，广大一样啊，往下杀下去之后，不是又拉上来了？好，不又拉上来，所以它是一个最基本的 concept。可是我说过了，主力做手的操作，除了主力心态之外，更重要重点多空防守价。你看嘛，技嘉好啊，不，238广达，我们跳，广达呢，我们看也是赚到爆烂哎。广达，我的操作从来没赔钱过哎，而且期货的部分都已经高达将近有2倍之多了。好，我们把定在计价，来计价好。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好，把广达成功的业水模式复制到其他的业水股票？看清楚哦，
技嘉我也忘了几月几号了。我请问各位，我买在287块钱，我讲坦白，白痴，他妈的买这么高，事实上没错啊，没有我可以给你看啊，我重新真的给你看啊，给你看啊，你可以买在240，你可以买250，你可以买在260，啊，你买280其实白痴啊。那我请问各位啊，那技嘉你买的比我低，你有赚300万吗？哎，不到半个月的时间，我赚300万哎、欸，技嘉哎、欸，这种是大公司。老师，你在买技嘉，我在买微星，因为比较老一辈人都知道嘛，主机板三雄嘛，技嘉、微星、华硕嘛。啊，为什么你只挑技嘉？你为什么不买华硕，不买微星？哎，这问题问得好哦，这问题问得很好哦。我再强调一件事情哦。技嘉后面有一家叫做技刚，技刚它是做散热的，一冷是散热，这样懂我意思吧？懂意思吧？好，来哦，来看清楚，我让你看我们技嘉怎么大赚的，让你了解有没有差，一天差很多哈、哦。287块钱买到今天370块，一家到底嘛，赚了83块钱。好，还没完呢，还没完。结果它要往下急杀，往下急杀，284块钱，急杀买进，急杀买进，都还记得哦。不管包括伟创买最低，不管包括2376技嘉买最低，而且我都call讯都给你看哦，不是说今天早上来我才秀你当时的call讯啊。我每天的操作反正很简单嘛，我们又没有电视的那种节目的成本，我们也没买了一大堆 YouTube 的广告费。就像现在好，我讲坦白了，我们很多投顾老师要面到一个很可怜的抉择，啊，谢老师啊，现在散户哈全部都在做 ETF 啦。散户每一个现在什么有什么季配息，嗯，月配息，相信我，接下来还有 ETF 会周配息，周配息，哇哦，对，那只是割你自己的肉，对，来喂你自己而已，就好像你过去去买高收益债券一模一样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不要讲你们啦，我也被李专强迫去买高收益债，就事隔5年之后，哇干，我没赔钱哎、欸，谢天谢地谢文恩哎、欸。但我放20万美金没有赔半毛钱哎、欸，然后也没赚到半毛钱，因为买下去之后，它的本金是不断的摔，不断的摔，不断的摔，所以赚的补了。哎，你每个月都配息，配息刚好来补那一个 principle。嗯，你有个白痴吧？有个白痴吧？所以说很多投资老公想说，干干做不下去、欸，现在散户都要买 ETF 啊。嗯，我只能说啦，市场上。真的是95%的人负责洗碗。等到有一天哦，你发现说，哎，你 ETF 怎么赚这么慢，还赔钱？你把它全部卖掉，换成股票，相信我，你绝对买到人类历史上最高的那一点。好，很多人跟我说没有，我先不管明天的主义心态啦，我先比较讲比较长线的部分啦。很多人说小时啊，这还会再涨吗？涨这么多了，我问你一件事情哦。美国那天前天吧公布 CPI 数字、嗯、已经说明了、没有这么快降息，对对，确定了。那问你哦、嗯、既然我不降息美国股市都能够大涨，你认为呢？我就点到这边哦，美国不降息美国股市都大涨，我因为就是觉得说不是，市场上它是一套资金，它在股市跟债市，你不要以为我不懂产业面好不好，它在股市跟债市做一个竞逐嘛。那我今天我做股票，我随便一买，我买个技嘉，我封关那天我再买技嘉，我随便赚，我可以赚一只涨停板，我他妈去买债券干嘛？你懂意思吧？所以这是债市价格下跌最主要原因。好，还没有啊？那不关我事啊。所以说那是你的选择嘛，你不是说不能买 ETF， 你可以买月配的，你可以买季配的，可是问题啦，你要构建一个投资组合。AI 的部分，我讲坦白的，就好像我再举例一档我没有股票了，今天3376新日新再创新高，折叠手机。我问你啊，你的朋友在用折叠手机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可是问题呢？为什么新日新能创新高？因为现在流行 AI 手机啊。什么叫 AI 手机？听说了没有啦？三星 S24大家有看到了吗？嗯、S24 就说我这边呢跟一个沙特阿拉伯的人讲话，好，我讲中文，他会翻成沙特阿拉伯文；他讲沙特阿拉伯文会翻成中文，同步。我没有那只手机，我不知道，我也没兴趣。反正他已经告诉你，它是未来的一个所谓趋势跟方向。是，即使你没看到，好，来继续看下去哦。那我总要跟我操作，来看清楚哦。所以说呢，技嘉呢，我们买在287块钱赚83块钱，买在284块钱赚86块钱。那你知道吗？啊，我们广达可以赚800多块钱。我只是把广达的模式在复制，然后呢，从284块钱买到306，许昕我还在买，还在买，赚了64块，还没完呢，才264。
从264买到306，再从306买到333块钱，又赚37块钱，再37块。然后呢，然后哦，这个期货再来跳，哎，哦哦哦，还有，哎，还少一张，少一张那个封关那天，好，来，好，所以说总共我们赚的。哎，明天给你看，哎呦，好，再见，好。所以说计价部分，我们总共赚了300多万，还没完哦，可能很多种小时啊。可是哈、哦，那个速度太慢。那你们大家，你们还记不记得哈、哦？我说其实你跟我操作，我是一个很想让你们快速发财、快速翻身，好、哦，能很快速的去享受你们要的一个所谓退休生活。我们当股票拉出的一个所谓获利空间，我们还有一项武器就是期货。嗯，好、哦，那你说3017期油，他们期油期货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没做，我不知道。哦，双有没有？我不真的不知道。可是技嘉，它保证还有技嘉期货，所以技嘉期货呢，我们在290，有没有看到290哦？证券那边290，我们买进，好，来看清楚哦。我们买到290块，到今天已经371块钱了，好、哦，371块钱。那保证金的比例的话呢，我给它算最高比例啊，16.2%，因为它是正常股票，它不是异常股票。好像不管包括技嘉、广达、伟创啊、宏基，他们的保证金的比例大概是3%左右。那没关系，我赚16%好了。那等于说呢，我总共付出的成本是93,960，好，93,960哦，93,960哦。可是你知道哦，一档技嘉我赚了81块钱，81块钱哦，有没有？我很多会员他们没有做过期货吧？我说的都是一样的啦，那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，只是一个叫做2376技嘉，一个是2376技嘉期。奇多个奇，奇马的奇。可是不论如何，你做股票做期货都是一模一样，你方向要对啊。对啦，你做到的电动车概念股，干每次都破底，他妈的，那方向要对吗？你做到38一群创都破底，那干这方向对吗？方向不对，方向不对，你做股票赔钱，做期货赔钱，做 ETF 也都赔钱啊。结果呢，这样赚16万，那16万再除以他的保证金，哎，干不到15天，我赚了1.7倍，赚了1.7倍。技嘉现货赚了300块钱，期货赚了1.7倍，还没完。如果哈没有一般投顾节目，大概就是只会在那边 stall，stall，好，意思就要 stall 了，好，不是手机会的 stall， 我都看啊，赶快入会啊，啊，那然后要盖股票嘛，跟你讲说这张股票呢会比照技嘉跌，我告诉你啊，现在这个股市哈，他妈的王八蛋，他间接在哪里？你不要去跟我找那一些主体的股票。主底的股票今年它连分都分不到，我再跟你讲特斯拉，特斯拉你看特斯拉多惨啊，特斯拉概念股每次都爆杀，好啊，本益比很低很低啊，那问题特斯拉不行啊。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说你们经验都不太够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好像哈、哦，我举个例子好了，以前常上非凡专访的老板，股价一定都跌，股价一定是跌，这是很正常呐、啊，这很正常呐、啊，这很正常。那你看马斯克每天就是在媒体上面跑来跑去，跳来跳去，你说他股价会涨吗？那我跟你强调了，上面有双 B 的竞争，还有什么保时捷竞争，中阶等级的部分，它有来自于韩国竞争，低阶等级还有来自于台湾跟中国竞争，电动车根本没有未来性，好不好？只会越来越便宜了、啊。好，那我不管了，不管了。那老师，那技嘉今天哈、哦、爆量倒提日线，那你标题写得很好啊，要给我们推背图。来，我先给大家看一样东西哦。你现在所看到的是技嘉除了主力心态之外，它所预测明天的多方向。等于说，就我的软体的部分的话，技嘉呢，我们总共买了5次，可是我的软体它已经加码13次，干超屌的，因为我软体买的比较低嘛，软体买的比较低嘛，好、哦，可是那没扣线的，没扣线，你自己看软体做了好。他很清楚的跟我们预告，因为今天技嘉暴增跟大量，很多人说嘿笑死了，哎干我们要跑，我是没跑了，我一张都没卖了，我干嘛卖了、啊？我有看到大盘主力现在空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我有看到技嘉跌的方法价没有？好，那要像1月2号那一天，好看清楚哦。基本上的话呢，我举个例子好了，明天技嘉最好不要开在这个数字。这个数字是什么样的一个所谓意思呢？其实今天非凡有讲，或是你来上课就知道，没有。我强势的股票，而且我今天爆大量，正常明天就要跳空开高，对，再嘎，再嘎，好，我没有我拼一点给你听哦，我拼一点给你听，好，我请问各位哦，技嘉明天能不能开平盘？可以，我赢你们的地方就在这里，开平盘它往上急拉，来到376.8就会被挡住，我讲的很慢哦，他妈的，我没在跟你结巴、哦，我不只做到股票不用遮，而且连多空防守价，我坐在节目当中免费跟你做预告。
许晶晶，你能找到这样的节目吗？真的。你要我上电视吗？赶快做笔记，快点。你要我上电视吗？啊，上电视，其他投资股老师吃屎就好了，好不好？那只会盖股票，盖起来跟你讲说，哦，这张股票即将喷上涨，盖每天盖一只股票，没有一只喷过的啦。底部的股票永远都不会涨，我一跟你讲的很清楚，讲的非常明白。现在这个行情大家都在创新高，你还在寻找那种底部股票，代表它有非常大的基本面上面的瑕疵。好，瑕疵。那到底精确要怎么样操作？反正你每天看我节目，你应该认同的。反正第一个，你要拥有主力心态，拥有主力心态，你先看懂大盘。那看懂大盘之后的话呢，你股票操作就变得非常简单了，去寻找那些基本面好，而且主力心态多的股票。那一切的种种的话，不管是我的扣讯，不管是我们的软体，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。但如果说呢，你认同我们，不止股票不用遮，每一件事情都讲这么明白，你也想赶快翻身赚大钱的，反正少了百万电视成本，我们给大家非常大的优惠。我们电话号码02-2392-3988，啊，过了一年还要永远。相信事前预告才是真的，一定要的。找不到的 啦。好啦，谢谢，非常谢谢谢文分析师，明天希望能够继续拿红包，好吧？他说绩效又涨停板了，那就。跟着老师，赶快问他。好，明天下午的2点钟，请您持续锁定未来时间部，我们再会，拜拜。